2022年9月18日，达比修友先发出战响尾蛇队，五局下对上 Curtail Marte， 前面两颗快慢卡特一坏一好之后，主审 Alex McKay 不知道是哪根筋断掉了。接下来达比修友连续三颗进到好球带的卡特球一律都不捡，硬生生形成三好球的四坏球保送。幸好最后响尾蛇并未得分，达比修友也能尽量保持冷静。根据 Umpire Scorecards， 主审当天好坏球判决准确度只有92%，并且帮响尾蛇队加了0.75分。